还有聊水哥，今天王者荣耀更新之后，这个登录界面已经换成了这个一星啊，星什么一星。其实这个动态图啊，它还不错、啊，这个图还是可以摇摆摇摆啊，一直摇摆摇摆啊，反正你就镜头一直一换就可以啊，或者左摇右摇。然后我们进游戏，然后随便，今天是有更新很多内容，什么我们看这个啊，是什么有八位啊，八位长安英雄的话就可以获得五个碎片，然后英雄碎片，然后八个那个啊皮肤啊，五个皮肤碎片，八个英雄碎片。这个英雄长安英雄应该就是包括那个什么李白啊、李元芳这些啊，狄仁杰。我们看这个还有张良，因为有张良又可以拿到一个皮肤碎片啊，就是今天一更新就可以送你六个碎片。啊，这个是充值啊，什么什么累计充值送的，这个很麻烦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直接先把这个新英雄买了，一星是金币13888金币，还算可以啊，因为金币现在出的新英雄都是13888的金币啊。然后皮肤的话，我用的是碎片啊，皮肤碎片兑换的，刚才就已经拿了六个碎片了，这个还是不错的。这个，特效的话没有什么特效，我们去游戏里面试验一下吧。造型的话还是可以的，就是技能没有特效，因为它这个一星的这个特效可能是确实比较难做，对吧？我们可以看到那两个棋子合在一起之后啊，也还是那个没有皮肤的那种效果，就是那种水墨画啊，不是像它的背景那个皮肤那种蓝变蓝色啊，这就是这个288皮肤的效果。然后我们今天就演示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，我是解说，然后我们下次再见。